大家好，我是我老爹。最近有一款在全球讨论度超高的 MMORPG 游戏，它就是 Raven 2渡鸦。它在韩国上市的时候，老爹就非常关注这款游戏了，因为它的游戏画面所呈现的暗黑血腥感以及游戏战斗的节奏感非常合老爹的胃口，荣获韩国游戏大赏，真的是实至名归啊。今天老爹就带大家来看看他们的游戏预告短片，看完你们一定就知道为什么老爹这么期待这款游戏啦。你们可以看到游戏在人物刻画上做得非常的精致，主要是游戏画面采用虚幻引擎打造的，所以在游戏的画质呈现上非常的顶。而游戏是一款具有华丽特效、战斗视觉效果及庞大暗黑宇宙观的 MMORPG， 玩家本身身为特工队的成员，在展开调查一连串危险且离奇事件的旅程中，不小心参与大规模的残酷战争。游戏剧情的叙事上也很用心，采用电影级的故事剧情演绎手法，比起其他的 MMORPG 游戏平淡的故事线，这样的呈现方式给玩家有更多对游戏的代入感。游戏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职业供玩家选择，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致命招式，玩家可以从中选择自己合适的定位。游戏整体画面跟打斗感都相当的华丽且逼真，那个血真的是喷好喷满，没有再给你客气的，这样的打斗特效才是真的爽啊。更有趣的是，你看预告就可以知道游戏并非主张正义至上的世界，在游戏里面没有绝对胜利的好人跟绝对失败的坏人，今天不管你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你战力强就能成为世界之王。 OK，这个是他的脸，怎么回事？哇，好血腥啊！这个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怪物是两个头，他的嘴巴怎么回事啊？哦，刚刚那个脸好漂亮，这个舌头戳下去，帅气的来了，干死他！一个打两个。哇，他的剑被贯穿了，救命啊！他直接把刀给拔了，赶快砍死他。哎，画面切换，次日再存活下来好多人啊，挑选那些最冲啊，刻上祖先的高贵圣，双方一触即发，这个感觉是人类打人类啊，怎么没有怪物啊？怪物在哪里啊？哇，这个好强！哎，怪物来了，从地底冒出来了，满山满谷的怪物，直接垂下来，天哪！这只也太大了吧，开始打，直接被打飞，好惨啊，有谁可以阻止他？哦，英雄来了，就是这道光，哇，好帅哦，遇到一个小朋友，哇，英雄啊，太帅了。哎，你干嘛？哎，你干嘛？我的妈！难道他是坏人吗？而现在游戏的事前预约火热展开中，只要参加就能拿到官方所赠送的特殊事前预约礼包，里面有七种奖励，分别有稀有级别圣衣一种、西风的苦行者100万金币、圣水100个、加速药水100个、能量药水100个、武器强化石10个、防具强化石10个。不想开局就输在起跑点上，这些奖励一定要拿啊！事前预约连结老爹放在影片资讯栏中，现在就赶快点击拿好礼了。我是老爹，我们下次见。